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哋今日咧请到我哋嘅星级用家 Coffee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系 Coffee 啊，咁多谢你邀请我嚟啦。多谢你，多谢你。咁咧，我哋其实今次咧想讲下咧，有好多人咧想比平时嘅童年咧年轻啲啊，或者个样咧可以 keep 住咁 young。其实咧有好多我哋身边都会咧有好多自由基啦，会令到我哋身体有侵害啦。自由基是什么来的？其实我都不知道。其实自由基本身是我们身边都充斥着，每天都有充斥自己的自由基的。例如好像我们出去啦，有 UV 啦、太阳啦，这些都会令到我们的皮肤啦老化啦，加速衰老的。不过呢就不用怕的，只要多吃一些抗氧化物其实都可以有效对抗自由基的。好像呢简单来说，类似我们身体呢令到细胞做大氧运动，能够激活我们的细胞。当有自由基侵害的时候，它都能够可以帮我们的细胞去运行，就个样子没那么易老，还有个人会精神一点和后生一点。我自己有喝红粉和绿粉，其实我自己的感觉呢就觉得喝红粉呢就好像进补一样，就是补个气血。即是我自己之前呢，我以前就可能会一味呢就是觉得啊，我要排毒排毒这样，但其实女仔在排毒的需要的过程中，其实你都需要去进补，即是去吸收回你需要的营养。那我其实喝了几年，我都觉得个人是精神了，而且面色红润了，而且都没那么容易累，因为我经常都忙嘛。是啊是啊。那是不是一天喝一杯 Super Red 就可以了？是啊，其实呢每天喝一杯 Super Red 呢都已经足够了。因为呢它一杯呢已经有齐了刚才讲的维他命 ACE 和胡萝卜素啦。因为维他命 A 呢它能够帮我们免疫系统维持那个功能的。尤其是它幫我們的鼻黏膜可以增加一些黏液，這個可以幫我們阻止病菌入侵，即是做第一個防線。原來是這樣。我知道現在新出了一隻，是不是？我現在是在喝新的一隻，但是我真的很多粉絲跟我即係問我啦，就話究竟兩隻係有咩分別啦？其實咧呢一隻咧，我哋之前嗰隻 Super Red Antioxidant， 顧名思義，佢就係抗氧化力好高嘅。咁除咗抗氧化之外咧，其實佢就有補血氣啊，同埋可以面色紅潤嘅功能喎。因為咧佢一杯咧等於20杯提子個抗氧化力嘅。咁同埋佢有巴西莓啦，其實巴西莓係全球最高嘅抗氧化嘅食品。咁仲有佢加咗咧，其實好似我哋女性咧好清，即係好多人都知嘅補血嘅食品啦，例如杞子啊、紅菜頭啊、紅石榴呢啲咧，其實令到我哋咧個補氣血啊、心啊或者係面色咧呢啲都好有幫助咯。咁所以咧呢一隻咧就會比較適合啲女仔，如果我哋手腳冰凍啊，同埋有時 M 咧 M 嚟會痛啊嗰啲女仔咧，其實呢一個咧就會啱佢哋多啲嘅。氣虛係啦，氣虛係啦，係哦，咁先至進補嘅。哦，係啦，我真係覺得係進補嘅，即係我覺得係比較係入邊嘅嘢，係咪？係啊係啊，即係不過女仔一定要係。即係保證自己入面是 OK 先，因為如果我哋入面不 OK 咧，我係會喺我哋出面見到出嚟嘅。係啊係啊，你化幾多妝都冇用，冚唔到嘅，因為你的面色暗啞。係啦係啦。咁新出嗰只又有咩分別呢？係啊，而家新出嗰只咧叫做 Super Red Collagen 啦。咁佢除咗可以抗氧之外咧，其實佢仲有個護膚抗皺嘅功能嘅喎。因為咧佢本身加咗膠原蛋白。咁其實咧，出面都坊間好多啲膠原蛋白嘅嘢飲啦。咁但係咧，如果你純吸收膠原蛋白，其實身體咧係好難吸收嘅。咁所以咧，你一定要配合其他咧，等佢黃金咧，呢個係黃金五合一嘅組合，令到佢咧容易吸收啦，能夠 break down 啦，令到我哋個皮膚可以飽飲飽呢個膠原蛋白嘅。咁因為佢裡面咧係加咗維他命 C 同埋維他命 E， 咁佢一杯咧就等於4個奇異果嘅中型奇異果嘅維他命喎，咁佢仲要加咗透明質酸啦，你都聽過透明質酸啦，同埋Q 聽喎，佢咧能夠幫我哋咧補水咯，即係皮膚飲飽水咁樣，咁可以幫我哋如果平時咧好多暗瘡印啊，或者我哋平時有啲傷口咧，都可以快啲復原咯。咁所以呢一隻咧就會啱咧啲輕熟肌咯，即係如果我哋有啲女仔開始有少少乾紋啊、魚尾紋啊呢啲咧，或者皮膚好乾咧，其實飲呢個咧就會啱嘅。咁我都飲咗一排嘅，我諗我飲咗而家幾耐咧？
大概都差不多半年有多咯。係、嗯、啊，係啊，咁我即係每一日都飲嘅。咁、我嘅感覺係，因為我本身咧即係都開始輕熟啦 ，feel 到自己。因為我生完小朋友之後，我真係 feel 到好多嘅 collagen 嘅流失啦。咁所以我都有日日飲嘅。我自己真係覺得淡，即係個紋係淡咗啦。咁同埋黑眼圈係冇之前咁犀利，因為我係真係長期冇得瞓。咁同埋又要做嘢湊仔啦，咁所以我覺得佢都幫助好多嘅，咁同埋都好明顯地 feel 到皮膚係有光澤，光澤靚咗，靚咗，係啊，都 keep 住咁靚 ，keep 住咁，係啦，希望啦，係。咁如果你想買嘅話咧，就可以去翻 Superfood Lab 嘅官網啦，或者莎莎或者萬玲。